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ictor，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坐在这里呢，我会为大家一起介绍新山让人心动的新房子。所以今天我为你们介绍的呢，就是 Senadi Hill， 它是在 Bukit Indah 靠近 Second Link 这一区的。OK， 所以如果想要找 landed property 的朋友呢，你觉得一层太小，三层太大，这款双层牌楼就非常适合你了。OK， 这是一个叫 Senadi Hill 的新 project， 它的宽大概是22尺，长70尺。它的 total build out 大概是2185 square feet。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 carport， 你看一下它的 carport， 这 carport 大到刚刚好够你放2辆车。所以如果你问我 Victor， 我有第3辆车、第4辆车怎么办呢？它完全够。还有你看这个发展商，它非常给我很多事。你看好好的洋灰地它不要用，它都已经帮你铺好铺地了。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，我们都是喜欢洋灰地的，怎么办？很简单，我们先把它买下来，然后我们再自己打掉打这种规定。OK， 那我们一起继续看一下这个房子啊。终于打开门，你发现，哎，奇怪，这我什么都看不到的。我要楼梯没有楼梯，我要厕所要没有厕所，要厨房没有厨房。不过这个就是它的 design 咯，啊，有些人喜欢，有些人不喜欢。所以我们看一下这边，啊，这个就是它的客厅还有厨房的空间了。很大，对不对？所以告诉你啊，你要怎样比在这个空间都不可以。为什么？你还没有买吗？你先把它买下来，然后你要怎样比在都没有问题。因为我们都没有人用过，你看这里的采光这么好，这里有这么大的两个落地窗，有这么多个小窗户。不过这个是 show unit， 它是在 corner lot 还有end lot 才会有的。如果我们是找普通的 inner lot 的话，是没有这样的设计的，还是普通的两道墙。所以如果你在新山两层牌楼 Middle Lot 找到有这样的 design 的话，记得跟我们讲，因为我自己买那一间。OK， 所以这里面就是它厨房的部分了，你可以看到它的地砖都是已经帮你分好了，还有不同材质的地砖。然后这里就有一个房间，这边就有楼下的房间 ，OK， 一个客房。然后这里面就有一个厕所这样子，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厕所，就是 standard 的独立套啊，然后到底。然后后面这边就有一个小小的压的空间，你可以放洗衣机或者做成你的洗漱房。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 unit 呢，它的地上都是走入这个叫做 wheelchair friendly 的 design， 所以你看它的地砖都是铺有一个斜度的，它尽量是没有 step 的。所以就是讲，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啊，或者是长辈啊，又或者是用轮椅的朋友们，这个就是发展商一个非常贴心的 design 啦。OK。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上个楼看一下。所以这一款呢，总共是有4间房间、3间厕所。哦，一间厕所、一间房间就在楼下，楼上就有另外的3间房间跟2间厕所。所以一来到2楼，这个就是我们传说中的 family area。OK， 也是一样，你先把它买下来，你要做什么都可以。你要吃饭、唱歌、喝酒、看球、弹钢琴还是打鼓，做什么都没有人管你，只是邻居会 complain 到吗？滚！接下来看一下左边的这两间房间，这边是两间大小差不多一样的客房。OK， 我们先来看，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客房。然后这两个客房呢，它都是一起 share 同一间厕所的，非常贴心的 design 哦，为你的家里制造一点小情趣。然后这整个有给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这个洞了，啊，每一间厕所都有这个洞，啊，看到这个洞我都很兴奋啊。最后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这边最大的房间了，就是我们的主人房。所以进到这个主人房，哇，你看它很高，有事没有事见到这么高就说哦。发展商用心非常的细心，为什么？今天如果你在外面做工一整天，你觉得很累，很 depressed， 那你觉得你是全世界最多余的人的时候，没有关系，回到这个家，来到主人房，看一下你的天花板，你就觉得你不是最多余的人，他比较多余。OK， 然后主人房外面这边还有一个小阳台 ，OK， 一个阳台样子，所以在这里呢，你可以喝茶，喝你的下午茶，喝咖啡。或者晚上睡觉之前，你也可以跟你的邻居聊天，聊聊天才睡觉。OK。还有这个主人房这边的比赛呢，它就有设计一个这样小小的一个空间，所以这里你可以做成一个 walk-in wardrobe 的衣帽间。然后这里就是我们主人房的
厕所了啦。OK， 所以房子大致上我已经介绍完了啦，好，所以这个 unit 呢，它是 freehold individual title 的 ，OK， 它就是在Bukit Indah 区这边靠近 Second Link，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这边外面的环境，很好哦 ，OK， 接下来会更好。它其实这整个 development 这个 area 呢，它都是有非常高的 greenery 的 design allocated to 这整个花园了的，然后这整区它的 density 是属于比较 low density 的，而且它是建在一个 elevated space， 就是它是有一个小山坡车上面啦，它是比较高，有什么厉害我不知道，不过就很像比较帅这样子啦哦，对不对？然后外面过后会有 outdoor gym， 有 playground， 它还会有个 2.5km 的 jogging track， 对吧？所以如果你觉得问我，哎 ，Victor， 2.5km 太短了嘞，怎么办呢？跑多几圈哦，如果跑多圈还是太短怎么办呢？你可以从这边跑去巴西公路再跑回来，这就等于一个马拉松了吗？对吗、啊、？OK， 然后现在这段时间呢，如果你买房子的话，也是可以享用政府的 HOC package， 还有而且发展商也是有推出 Lucky Draw， 所以现在买房子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优惠的，可以马上联系我来让我知道，我可以带你看房，然后跟我们推荐房间。这边影片就到这里了，如果你喜欢的朋友们，记得帮我 like、comment、share， 如果你不喜欢也没有关系，你也是可以 like、comment、share 的。OK， 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